不运动会死，一起来跳杜开操。欢迎来到不难的 training 香蕉打卡100天。今天要进行的是第4课适应期入门单元，有了上周的基础，在这一周会适当加大运动量。香蕉打卡开课啦！ 1, 2, 3，下载火辣健身 APP， 让明星姐打卡健身，还有机会赢得探班资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香蕉打卡不难啦。首先呢，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美人鱼都是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S48 的成员，我叫张欣，今天是美人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长范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鱼思慧，我来自湖南。大家好，他们都说我是豆家河豚。好，今天看见我们的装扮呢，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漂亮的美人鱼。我们今天主要练习的部位呢就是我们的腹部，所以接下来呢对刚刚进入到我们这样不难的 training 训练的人来说呢会比较有难度，但是也非常有乐趣哦。大家需要的就是一个宽广的床或者是沙发，只要可以让你舒服的平躺在上面，你就可以来完成今天的训练了。首先我们第一个练习叫做海底畅游，我们一会儿要做的动作呢当然就是要活动你的身体了，最大限度的活动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海底畅游，5、6、7，八，游起来，游起来，你是最美的鱼。5、6、7、8，再来一次，挥起你的双手，扭起你的小屁屁。5、6、7、8，好，现在跟我一样，你的身体呢已经有些微微的发热了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些你平时生活中也是一些很熟悉的运动。那这个运动是什么呢？当然接下来我们要做三组游泳时的动作，一个呢是蛙泳，另外一个呢是自由泳，最后一个呢是蝶泳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先从蛙泳开始哦。5、6、7、8，游泳，蝶泳，好，蛙泳，自由泳。整理我们的尾巴，来，我们往下躺。那我一会儿会做的动作呢，是我的左手来支撑我的上半身，但是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压给左手了，姿势不标准也是不行的哟。我们要用我们的整个的左手的力量，把自己的身体支撑起来，对，支撑起来，展示出你整个身躯，对，暖暖的身躯，然后你的右手可以放在胸前来。把你的两只腿拖往上抬，我们要做的呢是8个，来加油喽！5、6、7、8，好，休息一下。可能你做这个整理尾巴的时候，可能会呼吸困难，甚至已经没法交流了，但是你要对待很积极的来完成这个动作。接下来我们做反方向，美人鱼也要美美的用来。哇，记住刚刚的要领，我们的右手支撑住我们上半身的身体，左手来辅助来保持平衡。接下来相同的我们也是做8组，5、6、7、8，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刚刚的这个呢是练习我们腹部的力量，然后如果你做得多的话呢，就可以练出人鱼线了，也可以让像我们一样美美的哟。接下来我们要变身超人了，我们所有人平躺在水中，准备了，
五六七八飞，用力，对，好，刘哥的那个腿再往下放一点，啊，往下放一点，对，就感觉自己的后腰正在慢慢的发热。五四三二一，好，休息一下。哎呀，这动作呢做起来很有气，但是对于身体来说呢，还是有一定严格的要求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叫做躺地抬腿，我们要做八个一组，我们就做两组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自己的身体自然轻松的放平，让自己的身体粘合在你身后的这片土壤上，然后默默的、慢慢的抬起你的双腿。来，各位各位，三、二、一，一、二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哎呀，对，休息一下，好，可以抖一抖你的身躯，啊，让身体放松一点。对，来，各位准备，八个一组，再来一组，我们是乒乓的鱼，三二一，走。一会儿的动作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双手自然向上伸打平，然后用力的去抠脚，哎，对，动作是大概这样的。那我们就做八个一组，我们就做一组吧。来，五六七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放松一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的一组动作呢叫做超鱼耍酷。那我们的超鱼耍酷呢也其实分为三个标准来给大家展示的。那我们第一个标准呢就是我们的最高标准，那我们就由程焕来给我们做示范了，好吧。我们超鱼耍酷的运动姿势是什么样的。好，可以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高难度的超鱼耍酷，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中级难度的超鱼耍酷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欣欣来。对，可以看到，如果有的女孩子啊腹部没有那么多的力量的话呢，可以采用的方式呢就是把双手打平，这样的话呢对你的身体来说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保持平衡的作用。那接下来呢，当然还有很多的那个女孩会说，那这两组我都做不到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还有我在啊，对吗？接下来我来做一个就是最简单版的超鱼耍酷是什么样的。我们用我们的双手支撑着我们的身体，然后接下来卷腹，一二三四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动作呢我们八个一组，我们就做两组。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呢来选择高级、中级和可爱版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我们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个，三二一，好，放松一下。哎呀哎呀，好，放松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应该给自己鼓励，好不好？好，经常在我们体力不支的时候，还是要勇敢的再尝试一下，因为我们的身体远比我们知道的它还要更加的有能量，所以我们要更加的相信它哦。那我们就再来一组好吗？好，来，我也做高难度版啊，五六七八。注意呼吸，可以了。好，做八个呢已经非常不错了啊。对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也要因人而异，也不要逞强，有的时候呢也要给自己足够的空间。不好，
有人要抓我们了，嘿，好难过，我们躲也还是没躲开，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铁锅上了，但是没关系，说不定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躲过贪吃的人类，把我们吃掉呢。接下来这个铁锅实在是太热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撑着这个铁锅，要不然我们的身体就会被烫熟的，烫熟的话呢就会被人类吃掉了，人类不光不减肥还要吃我们，真的是，嘿，来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平板支撑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，3、2、1，好，休息一下呀。那刚刚呢，我们也用我们的方式躲开了煎炒烹炸，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求救的时候了，不知道娇妹这个时候会不会来救我们，把我们逃离出这样的苦难之中。准备，先拍左手哟，来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，呼救，呼救，娇妹救我们，娇妹救我，救，救我，救我，救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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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娇妹，你不但不救我们，你还落井下石。娇妹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，之后别让我逮着，好不好？刚刚通过自己的力量呢，已经很开心，又回到了海洋，大家开心吗？好，我们可以自由的休息一下了。那与此同时呢，大家可以把双手支撑起自己的身体，对，都支撑起自己的身体，因为刚刚呢我们在做的一些动作呢，对我们的腰啊和腹，然后还有两侧腰，还有我们的腹股沟和人鱼线，都提供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给我们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放松和缓解。好，我们今天的香蕉打卡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今天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式，就是我们用了人鱼的方式来束缚住你的双脚，这样呢你就不会有偷懒的痕迹了。那我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锻炼出强劲的腹部肌肉，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保护你的身体。我们今天的香蕉打卡到这里就结束了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就应该每一组都是这个效果，你懂吗？就是你真正的做不动了。